终于回来台湾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一家人返台的总花费多少钱？总金额大概就是这个价钱。对啊，困住你啊！저소야이거와너무까우진데진짜아이스너무길어하나도안아파봐봐봐봐봐봐하나도안아파大家好，欢迎来到李李这家，我是 Ivy， 我是 Minho。这一次我们真的好久不见，终于回来台湾了。耶、yeah! ！对，这次啊，就是跟去年不一样，变成要在防疫旅馆隔离。我那时候还傻傻想说，应该不会很难订吧？哦，我那时候真的是太可怕，你真的完全没有防疫旅馆，我一点点亏，对，我那时候每天超疯狂在滑，然后最后就是很幸运订到一间，但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准备要再回台湾的前一个礼拜，我订的那一间里面有那个群聚感染，因此呢，他们不能接客。我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天啊，怎么错？根本不能回来，我就超级紧张，就赶快就是 IG 发文求助，就万能的大家。那时候问到一间就是台中比较旧的那种饭店，一个晚上算下来也不便宜。打算心狠定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客服长他就跟我说，哎、欸，有客人推荐有一间就是那个 motel 很不错，然后价钱呢也没有到差很多。好感谢大家，就是真的很帮助我们。对，我想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头看一下我们两个礼拜前返台过程和花费喽。回到了两个礼拜前，咻！你今天在干嘛？이거세대타완도야지금全部。为什么带这么多？只是两个月，我也不知道。어떻게하면된다고고마워고마워너무아이고와跟去年比今年好多人哦对啊我去年真的很少人对啊而且我们今天很早来因为去年才是一场悲剧所以我们今天提早了三个小时都여기会去欧菲沙前面吗啊蓝色有浓血真的对蓝色有见你还摔倒对啊여보你在干嘛미안해미안해이제나괜찮아미안해미안해你记得去年你摔倒吗蹦이렇게蹦不知道你忘记了走我们是七加七加七的方案所以我们要准备疫苗的那个证明然后还有 PCR 检测然后还要 download 那个 app上次呢，我们就是没有download，所以很赶。감사합니다。今天非常顺利耶。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为什么会这么早来？因为很多免税商品。对，我真的一年一年一次 shopping time 呢。对。啊，屁股。这么太夸张了。我们现在要赶快整理一大堆免税。我真的要澄清一下，我不是买那么多，大部分都是全部的。那我们准备要去登机了，下一场我们要进去喽。前面一个队友，走。너무깜깜거려우리为什么每一次都可以刚刚好？원래아니야对，走吧，准备要变吉他喽！耶耶耶！오쨌다싱클러싱클러다와파이널리파이널리였나요보자리플라이트진짜였나부에부에很多很多茫茫的对，来来去。有关安全救生事项，请参阅安全须知卡。Please refer to the safety instruction card. 为了安全，本班机全面禁烟，依法规定不得在化妆室内吸烟。那个都七加七加七嘛，对。还有护照嘛，入境检查。如果你得 always。刚刚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我们录了整段取行李的过程，然后完全没有录到。
在这边会有裁剪的流程，我觉得很清楚，而且蛮方便的。现在要去裁剪的，唾液裁剪。哦，这里很棒，你可能鼻子不用，对不对？对对。哦。好的，感谢收听。啊，我叫好。哇，여기는침으로검사를하는것같은데한번어떻게하는지모르겠는데일단여기 5mm 까지채워보라네 5mm 제출하러갈게요아谢谢姐姐你吐不出来所以她请医生帮她用한번스티커하나봐보고스티커计程车와다소독하고있어哇、wow, 很专业的消毒全面性很对哦对爱国心没太多现在我们要去计程车的位置因为我们行李太多了然后又在又要坐那个安全座椅所以就只好用两台我们等一下见好谢谢谢谢안에도이렇게또격리할수있게와한번근데뭐야이거궁전이야 저소야이거우와너무까우진데진짜台湾的十二点四十三对呀让我们平安抵达了哦早安大家好两个人呢因为都刚做医美才刚两三天所以就是有点僵硬反正它这里实在太漂亮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后面也先来一个这个 view 不是隔离感觉对不对对就是有在放松度假的感觉感觉很放松耶哇여기진짜很高兴的처소가对然后샤워물아니야저거는好 sweet 哦还有氟洗碗巾跟酒精我觉得蛮 sweet 而且是全新的酒精然后我觉得这边墙非常的 relax 진짜哇这是我们的房间哇我们昨天来的时候啊他就有附两床棉被我觉得也太贴心了吧帮我们准备全新的法兰绒他退房的时候可以带离开耶那么灵物呢这个都对啊这个是灵物而且他那个法兰绒棉被是这两个我觉得非常的可爱昨天睡起来是也蛮舒服的然后他这边这个是他的那个化妆桌对不对然后上面就满满的零食这里有 hotel 准备到我的吗哇当然这边啊就是它有冰箱跟热水壶可是它有一个小缺点它没有那个微波炉对我们有家庭来说微波炉其实蛮重要的今天呢是在那个防御旅馆第三天就要做这个自我检测的部分每次都不提的扎这个不也一种看的歌呀아니이렇게하는거아니고你就会害怕吗할수있지你今天如果没有做这个你就要去平湾了平湾甚至是头啊不好不做그래서우리참아할수있어할수있지하나더안아파봐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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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有点我们的真唱狗对不对今天呢是第六天吧然后他们就会请医护人员来做 PCR 检测他要等到确诊就是阴性之后我们才可以做防疫性的所以移送到我们下一个隔离的地方然后每天下午的时候啊我们就会一起在这边玩水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 view 实在太美了我们会一起泡澡然后看那个 view 然后享受那个太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哇真的有一张我们去回家了对我们终于就是七天结束了拜拜房间那是我们的行李经过七天好像变多了呢好多东西哦好多东西哦
真的很多东西哦。好，我们在这里待接下来的七天。两年前买的时候呢，还是新房，然后就开始疫情爆发，一年大概就住个一两个月这样。有赞！哇，这个我们去年买的呢，这边这样可以用呢。哇！24小时不会累到的，有赞。啊，小心我的姑。哎，然后我们老婆呢？哇，真的运动吗？加多个存的你。今天是我们隔离的第十天。妈妈，我很勇敢。对，有真的很勇敢。你要这边吗？嗯，对呀、啊，一点点。你没有哭喽？哇，你很棒哦，真的。哇，是恩你呢。爸爸呢？正常哦。然后我也是正常。我也是正常。今天呢是我们隔离的第13天，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有被安排要去做那个 PCR 检测。等一下，我们这边是哈林哥呀，等等。这是有史以来最深的一次，对不对？哇，超深。屁股内是扩产的。金发女孩狼狈的起身站起。以上呢，就是我们返台的这个顺畅无比的记录。因为他这次就是有分那个阶段嘛，7+7。对啊，所以反而在那个度过的时间，你会觉得很快。对啊。因为有个那种转换环境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呢，一家人返台的总花费。多少钱？有点紧张。我想，感觉很紧张。한국에서는 PCR 검사비용만들었는데해외출국용으로영문으로된증명서를발급받으려면은개인이이제병원같은데를직접가서비용을지불하고증명서를받아야돼요好久没有听到讲韩文了，有种张明的魅力。对，그래서一个人是2750元。对对，2750元。然后乘以3位。所以是8250。对啊。好，那接下来就机票，那时候买到蛮便宜的，三个人大概是14502。到了机场之后，我们就会立刻去做那个唾液检测，政府支出，所以是不用费用。啊、然后防疫计程车的费用，一台政府补助后价钱是1080，所以两台就是2160。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回到防疫旅馆，它其实一个人是6800，下一个人就是加2500元，所以6800一个人。加上5000块就变11800元，然后乘以7天，所以会是82600。目前已经花了107512元，对，真的蛮贵。就是刚刚来了呢。那7天之后，我们要坐那个防疫计程车，然后回到我们家，然后那两台计程车加起来价钱是490元。家里隔离了7天嘛，隔离结束前会需要去附近的大医院做那个 PCR， 那一样是政府帮我们预约防疫计程车，来回是大概是525元，总金额大概就是。这个价钱10万块，所以我们回一趟台湾大概花10万块。不管怎么样呢，虽然我们花了不少钱，但我们还是顺利的抵达台湾了，而且很顺利的隔离结束。那我们就期待下次可以跟大家再见面喽。对，下支影片见，拜拜，拜拜，下次见。韩国人我三千，他不是大众三千是被你称赞。我都说我想要喜欢买，然后我爸说很贵呢。太贵呢，他说买，然后台湾来了。天哪，今天餐费300，很贵呢。韩国人，韩国人被你两倍以上这样子，为什么这里你看洗一点点不问你欠，这样玩太逗了，这样我想想。这不是自己国家的币别，对啊，这种无法转换。